早上好，我是兰兰，现在是早晨7点多钟。看今天天多好啊！一早我就把我家张哥叫起来了，我们现在去吃早点。本来我说带他去公园，他告诉说公园太远，家楼底下就是公园，跑那么远干嘛呀？我说那就听他的吧，我们先去吃早饭，走吧。油条那个馄饨送一个，尝尝4块一碗的豆腐脑。呀，忘了跟他说不要辣了。看我家张哥两根油条，一个包子，还来一小米粥。他又拿了一盘咸菜，真能吃。让我尝尝，给我尝尝你包子。等会儿我还没吃呢。他等会儿就没了。我还没吃呢。吃出了小时候的味道，真好吃。我还没吃呢。瞬间风卷残云。全部剩了几个咸菜。我们刚才吃饭那个地儿就在这儿，我手指的位置。现在过马路来了，说给孩子买点鲍师傅吧，还没开门。这边一条街哈都是卖吃的，和和谷那边是卖水果的。新的包子铺，西四哦，西四包子铺哈。到了周日，我们这街上就没什么人。我照你。看看北京的中关村哈，因为它都是高楼大厦，都是办公的地方多，几乎没有民宅，所以到了周末街上就没有车也没有行人，就像一个大公园。新中关新东方，您看看我们这儿的街道多美呀，没有人呐，还挺凉快的。看看多美呀、干净整洁的街道。今天入伏，刚才接到我妈的电话，说今天吃饺子，让我们过去哈，陪着一块儿吃顿饺子。我现在呢先坐车，然后去买菜买水果。我妈说想吃桃，我爸想吃西瓜，我说行，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儿。好，往车站走。很快就到车站了。我们这边为什么不开车呀？因为车位太少了。下午呢，我还要跟张哥出去办点事儿，也是不好找车位，所以就坐公共汽车吧。其实坐汽车、坐地铁倒是很方便、很快，人也不是很多。绿色出行。开饭喽，跟老娘老弟吃饺子吧。韭菜、鸡蛋、虾仁、肉。太阳快落山了，在我妈这儿待一天。哈哈，我一上车有个座儿。看我家张哥要看手机呢。哎呦，今天出去了一天。天都黑了，我们现在在往家走，刚给闺女买的面包，还买了好多桃给闺女买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，拜拜。